2015年成功上演英语版，今年新加坡专业剧场小剧团为您呈现华语版的《三只山羊》，生动的对话，逗趣的情节，悦耳的音乐，通过儿童音乐剧让孩子轻松学习华语。欢迎一家大小走进精彩的童话世界，一起观赏让你开怀大笑、禁不住咩咩叫的《三只山羊》。2月18日开始上演，赶紧通过 Sisi 购票。